继续要来看是江宜市美术协会2017年年度的会馆展览，日前是伫咧江宜市的博物馆内登场，新历已经届满30冬，逐冬拢来举办着各式美术推广活动。江宜市美术协会伫咧最近即几冬嘛，大大来招募着新生代的艺术家来加入，嘛好今年度的会馆展展现出多元的创作风格，使用的媒材更是丰富，嘛见证着江宜市艺术家相当用心的创作着。江宜对日本时代开始，日本风气就真浓厚，真侪的艺术家成立为识在地团结。经过多年历史变迁，江宜市美术协会成立至今已经届满30冬。对成立到即马，逐冬拢会举办着会馆展览、主题展览、写生研习，邀请国内国外的艺术家参访等等活动，都是嘛爱推广着公益慈悲，以艺术的力量来关怀社会。今年到嘉义市美术协会会馆展在嘉义市的博物馆3楼的艺术空间举办。会馆的艺术创作表达方式相当多元，不管是写实、抽象、关怀乡土、探讨内心，拢是因的题材。会馆的画技各有独到之处，使用的媒材嘛相当广泛，包括水墨、书法、石画、立体雕塑、复合媒材、摄影等等，希望会当为市民带来一场结合着优秀传统和创意的艺术盛宴。透过不同世代的回忆、不同创作媒材互相交流，来呈现丰富多彩的观赏趣味。最新新闻，张玉明、王小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